送给大家，谢谢。那希望今天的表演呢，大家会喜欢，因为我刚刚就是也是从那个临时搭景的，所以我赶来这边，然后穿着剧中的戏服，以这个阿邦的身份来跟唱歌表演给大家听。那相信如果有看现在18年在播的《黄金岁月》，也可以看得到我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带来下一首歌曲呢。